每年十二月的圣诞节，几乎已经成为世界各地都在共同欢庆的岁末盛事。今年因为疫情无法回到法国看家人，我就来到这里，心被欢乐一段程，找到一种很浓、很舒服、很梦幻的一段气氛。我觉得很适合带一家人、好朋友们一起来走一走，大家可以一起感受幸福时刻。来到这里，我相信大家会立刻回到小时候的单纯幸福。这就是因为今年新北欢乐椰蛋城和 LEGO 一起打造了这个美好的椰蛋世界。每个节目中都是经过椰蛋老人与精灵们为大家打造的，快来穿越隧道，里面还有无数惊喜等着你。其实我们在法国啊，圣诞节是一个很特别很重要的节日，那最主要是跟家人一起聚会，然后一起做料理，一起吃饭，交换礼物。我很喜欢邀请朋友来家里吃饭，然后每个朋友会准备他喜欢吃的料理。其实在法国很幸运，因为25号其实不用上班，大部分的人可以在家里好好享受圣诞节的气氛。可是在台湾比较可惜，都需要上班，但还是可以来这里享受这个新北欢乐椰蛋的气氛。在这里不能错过 LEGO 的店了，还有买个小的惊喜给我另外一半呢，很可爱的圣诞树。祝大家都圣诞节快乐！今天非常开心可以来到新北欢乐椰蛋城，希望大家可以来这里走一走，但是还是要遵守防疫规定，要戴上口罩啊。我祝大家圣诞节快乐，Joyeux Noël了。